原来这胡同是爱新觉罗，嗯，溥全，溥宗生，嗯，溥仪皇帝的弟弟，弟弟，对，哎，就住这儿，嗯，啊，他原来答应给我画马，溥全啊，画万马图的，您见过？没啊？您见过他？哎呦，我在一块儿，都经常在一块儿。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，在北京的甘峪胡同呢，有幸遇见这位80岁的北京老爷子。老爷子在胡同里生活了80年，还认识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全，获赠了一幅墨宝，还给我们讲述了叶浅鱼、王仁美还有张秉贵在这条胡同里生活过的故事。这次走访记录了胡同里一些真实的故事，非常难得，让我们好好听一听吧。这边的楼啊，对，那边东边不是有一居民楼吗？对，8个门，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啊，去掉一个门，就改成7个门了。哦，改成7个门，这一个门呢就少了12户。哦，所以它结构就变了，等于保存了这小楼。哎，对，就为了这小楼。原来这胡同是爱新觉罗，嗯，溥全，溥宗生，溥仪皇帝的弟弟，弟弟，对，就住这儿。嗯，啊，他原来答应给我画马，溥全啊，画万马图的，您见过？没啊？您见过他？哎呦，我在一块儿，正经常在一块儿，熟悉着呢。熟了。哎呦，后来给我没时间，给我画了一竹子，哇，给我画了一风竹，留着呢吗？在呢，那值钱了。哎，没，30多万。30多万啊？工艺美术那儿有这张画啊？还有这张画？他标的，他的子女给标那儿，啊，搁在那个营业楼上。哦，可是我去了没看见，我听他们说30多万啊。那你给您画的留着呢吗？留着呢。哦，竹子，那你还不给卖了？啊，不卖不卖。这个，哎，现在这30多万一挥霍就没了，真是。可是竹子你哪儿找去？找不着了啊。这是比较珍贵的。后来他不在这儿平房啊，后来搬到劲松去了。后来劲松这儿，后来去世了就。对。他五个闺女，全是闺女。对，一个小的有。儿子是最小的啊，叫爱新觉罗一平。哦，我手机有他的相片。哦，一几年在民族宫那儿，他办了一个宫廷画展，就是那个吉林，嗯，北京市的副市长，嗯，吉林去了。哦，我这儿说着，你看，哎呀，您说的真好。不是，我跟这儿住80年了，我们这都老街坊。您今年高寿？80。哟，好像这是出生的，在这儿出生，还是长大的。对，太难得了。托儿所、幼儿园、中学、小学都从这儿上的，就一块儿，从小长大的啊。嘿，这儿是谁呀？见证了这儿的发展。对，这儿发展是吧？这个平房从解放就没变过。这个哈啊，对的，没拆过，没拆过啊。以前那儿全是平房吗？这边没事儿，我跟他们随便说说话啊。我们老伴儿。啊，老伴儿啊，他值班的，不是开会吗？啊，啊，这儿前面都拆了，盖这个，啊，盖这台湾饭店。对，现在不变成中粮的华尔道夫了。啊，华尔道夫，对，这样行，送去了。嗯啊，这个胡同里还谁啊？叶浅鱼知道吗？知道，中央美院美院的叶浅鱼啊，他跟他爱人王仁美。住这儿啊，人不在了，这什么岁什么岁疯呀？这院还在吗？这院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了是吧？这不盖这楼，啊，这个旅馆就是原来的叶浅鱼，哦，王仁美的。您这个对这历史了解的太透彻了，我从小跟这边弹球啊，小的时候弹球长大，穿着开裆裤，现在80了。真是太难得了啊！现在我结辈人都有了，结辈人啊，都挺大的了吧？你几个孩子？我仨，仨孩子呢？哦，结辈都有了，四世同堂吗？四世了，早四世了。哎呦，你这真棒！闺女啊，外孙子，嗯，重孙子都有。以前做什么的你？您这也是不是搞文化的呀？我搞过2-3年，后来不干了。不干了啊！我12岁，中国戏学校慈心路，知道啊，在那儿搞了这2年戏，后来给我分到张家口去了。
安泰火锅分桥东桥西啊，那地方吃油面什么的啊，啊，跟那儿待了几年，太受不了啊，太苦哈，太苦。回北京了呀？五七年、五八年，那会儿不像现在。对，那会儿你想回，你回来，我这是家，就挺什么的，不让回来。哎呀，回去回来吧，啊，无所谓。那您这个回来干什么了？回来我就参加工作了。干什么了？干销售。销售。我全国各地跑。跑。哦。啊，那每个月反正你拿回钱了就行了。对对对。就能开支。哎，不像车间工人。啊啊，那您对企业贡献很大。啊，对，40年代的人，真是太难得了。现在不是说40年代，就是从40年到49年，嗯，成立这9年出生，像我们这波，都是这波的啊。1月18块钱，参加工作3年了，才34。哎呦，真是，30多块钱、40多块钱养活几个孩子，容易吗？真是，那会儿，哎呦，大连钢铁、三面红旗啊，全是那会儿。对，嗯，哎。没错，跟现在可不一样。那您现在退休工资高不高？我退企业呢，那我退休的时候才800多啊，现在呢有6000。98年退休，现在不到6000，不到6000。行了，嗯，知足者常乐，知足常乐。你要老不知足，你跟李嘉诚比，你比得了吗？是不是？不能不能盘。没错，哎，自个儿觉得自个儿不错啊，老是我老是这样，嗯，但别人谁说我？都说我60多，哎，对，整80是今年。我看您乐观啊，对，是吧？社区组织什么活动，全参加。找我，嗯啊，有时候唱歌，我独唱两个。对啊，嗓子好啊，还行吧。给我们来两嗓。哎，不行，我们脑梗。哦，我这脑梗为什么走道不成？哦，我要不脑梗，我还踢球呢。我退休，我60年东单体育场。就踢球呢，哎呦，真棒啊！嗯，原来老是外地啊，玩去，跟我弟弟俩人包一个，跟团，嗯，去一个月，现在去不了，去不了了，自个儿得自己知道自个儿多少分量，没错啊啊，别这个那个的，老是低调点儿，低调点儿，对，生活不要太好，我吃的舒服就行了，嘿。啊，说得好，啊，哎，我就是抱着这心态，非常好。所以每天，这孩子给我买那个餐机车，我有时候累，我就坐餐机车啊，上王府井这转一转，转一圈，对，转。上次坐上那车到王府井，后带扎了，哎呦，这怎么办啊？找派出所的老巡逻的，哎，正好骑着摩托车，是东华门派出所的所长，正好。正好找上他了，嘿，我说我这后代你看看瘪了，您别着急，您在这儿等着我就行了啊。上的永安堂，跟永安堂他不是卖那餐机车吗？跟他一说，哎呦，没事儿，在哪儿呢？说跟那边过来了，跟吴一泰，我从那边往那边走，后来给我打上气，我赶紧回来了，真不错。回来补上修车的东口补一个，哦，换一条带吧，啊，换一条带。听我瞎白话，不是说特别好，说特别好，啊，难得您这个记录这些事儿，哎呦，年轻人都不知道了。我头礼拜的事儿可能忘了，啊，我50年前的事儿我清楚。啊，在一块玩，原来这是一土山，是一土，哦，黄土的一土山。这是双玻璃台上的，里边全是地板。我说这是不是苏联那会儿那时期的吧？他这是房。西边是百货大楼宿舍，啊，东边是房修一公司，哦，张炳贵原来在这儿住着，哦，住这儿了，他这是集体宿舍，哦，老楼是吧？嗯，这是56年的楼，嗯啊，过去是一土山，对，啊，是土山，嘿，干嘛？这还什么？这老伴儿是吧？哎，老伴儿，哎呦，老伴儿，老伴儿，我们就是北京的，啊，北京记录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些。胡同的这些事儿，爱新觉罗那他们家不那那个没了，没了，没拆了，拆了啊啊！那么都见过啊，都见过。现在我闺女一个小子，他们现在他有一个普全啊，普全五个闺女啊，一个小子，老大死了，老三死了，哦，老二、老大，现在老二、老四、老五啊都活着呢。
都活着呢。姐儿五个，一个男孩啊，这五个女孩全喝酒，全抽烟。嘿，啊，这是满清的这个传统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这老头子倍儿瘦，北京花园的。我跟老五同岁，同岁啊，80, 嗯嗯，同岁，嗯，老大没了，老三龙家没了，我差点跟龙家成亲，成为两口子啊，成为两口子。哟，那您成皇亲了啊？哎呀，我都没敢攀，没敢攀。老三比我大，嗯，我跟老五同岁啊。老三那会儿北京演那个买花姑娘，就那年，哦，他给我买的票，我们在大华，哦，看那电影，他就跟我说这个我们俩的关系。哦，后来我说不成啊，我说不成，我说你们家这个连老爷子带老太太一家子，咱们关系都这么什么，就没成。后来老大老三就没了。那您家以前也是不是？我父亲是东北军的啊。过去就是闯关东啊，山东，他祖籍是山东啊，他1888年生人哦，他闯关东时候是张作霖的部队哦，明白了，啊，那您这也是将门之后啊，哎呦啊，过去都军阀混战，对，哎，什么将门不将门的 啊，不提过去啊，过去毕竟是过去了，对，老爷子年轻时候也是一帅小伙儿啊，帅小伙儿，哎呦。我今天没拿着那相片，没错吧？啊，还行吧。啊，一看您现在也非常帅，啊，您把口罩摘了，我们看看。啊，你看看，哎呦，是啊，非常英武啊，啊，还凑合吧，马马虎虎吧。您这现在这老伴儿也不错，啊，老伴儿还会过日子。谢老师傅了解我们的那口啊，老伴儿多好啊。是吧，啊，干不了这个，所以你没娶皇后那个什么呀， 啊不行，我也不高板，啊，老百姓本身就是八两，啊，您就是半斤，对，您别找那一斤的，没错，到时候也受罪，哎，您说这实在话，对，人就是知足者常乐，哎，是，你看叶浅于中国画院的他媳妇儿不跟他在一块儿就不像两口子似的，他人力三轮车到门口来了，哎，啊，给老太太穿着旗袍啊，哦，那年有一年他跟谁啊，他跟白杨电影演员，白杨，哎，好几个，嗯，王丹凤，嗯，那都是最早，他比王丹凤都早，对，40好像30年代那会儿的明星，嗯啊，我经常看见，但是他很少理人，不理人，他不像叶浅于啊，叶浅于你一见着老爷子，哎，他给你点那头啊，但是你说我哪幅画你给我添几笔，他绝不给你添。啊，那会儿都想名人给留一幅画，没错，啊，我这是纯粹就是他答应我给我画马啊，哦，但是没时间，最后给我画一竹子，就画一竹子，行，竹子也行，难得啊，难得，嗯，难得啊，非常好，啊，他这个画画我发现了，他得心情得好，对对，他拿起笔来之后他心情没在这儿，你放心，他画不了这画，画不出来。哎呦，书记啊，哎呦，您好，这是不是这是北也是北京的记录院胡同，没事儿，听我讲起，哦，讲起50年的事儿，啊，我得给您讲讲，辛苦您啊。啊，阿姨，您怎么又出来了？不是出来不让出来，我说阿姨这个腰不好，腰不行了，那老爷子啊，不打扰您了啊，谢谢您，祝您啊健康长寿，好了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高高兴兴的，谢谢，好吧，谢谢啊，谢谢您啊，没事没事啊，谢谢您，再见。你看老爷子给我们讲述了许多这条胡同的名人轶事，要不记录就全都消失了。现在北京胡同里的许多故事，只有这些老人还记得。我们走胡同就是要真实的记录这些历史，流传给后人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对此你有什么感受，欢迎留言评论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